將軍澳爆水管水柱有6米咁高，沖開地磚噴咗出嚟，射咗入去附近學校嘅範圍。學校嘅地面濕滑，亦都有水湧出馬路。事發星期五上晝近6:30，將軍澳唐俊佳基督教宣道會宣基中學對開嘅行人路有水管突然爆裂。據了解，爆裂嘅係淡水喉，水務處人員到場熄咗水掣，大約8:30處理完畢。根據宣基中學嘅效力，呢一日係學校嘅水運會，學生唔使翻學上堂。